体验完了，我们接下来要干嘛？这样好了啦，是我们来到这边，我现在也觉得很热，不然我请你们来去吃莲子刨冰。这么好，这么好，这么快就请哦、喔？这这可以吗？当然不行啊！好，哎，老板，我们的规定是他们必须打工换餐，对，没有招待这件事情这样子。那但是我可以给你们一个福利挑战，要不要接受？好，来，要来，好，要吃冰，好热哦。食堂还觉得有风，现在又湿了，没有风了，太阳底下。现在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莲花季旁边有很多游客，对不对？对。待会呢，我们的考验就是我讲你猜。之后呢，你就用台语找一个游客，你觉得最聪明的，跟你最合拍的，你用台语把这个词不能讲到关键词。那他要怎么办？也要攻，也要攻台语。看很多世间情，可以。没了，我觉得可能他讲国语啦。讲国语。你讲国语。台语可以挑战啊，这样子。不然我是怕，不然中文比手画脚挑战吗 ？OK。好啊。可以，但是如果你们讲台语的，就不能讲到关键词。一个人计时两分钟，如果你找的那个游客答对这个词的话，你就可以吃老板招待的莲子冰。好。那如果答错，泱泱就不能吃莲子冰，只能看。好。所以可能你决定要。我觉得你讲国语。好，我讲国语。你讲国语或英文都可以。你们愿意我讲国语吗 ？OK 啦 ，OK 啦，那就 OK 啦。好啊，好啊。对啦，讲台语对他有点太不公平，对不对？我讲你猜，个人猜，每人计时两分钟，谁先开始？那就是。这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剪刀石，输了先，输剪刀石头布。你们两个看谁先。好，剪刀石头布，两手布。通常这时候你都会输。我就知道，对啊。很奇怪，通常这时候他都会输，很奇，这是宿命。好，那你开始哦。那先，这三个字都不能讲。会不会连你都不知道这是谁啊？我真的不知道。那你看得懂了啊？可是我看得懂。可是不能够讲出里面任何一个字，对不对？这是一种料理嘛 ？Yeah。是用它做的吗 ？Yeah。那我就知道了。OK。我希望大家都知道。好，大家都知道，大家都知道。好，你先挑人，先挑人，挑人很重要。先挑人。看哪一位观众朋友要跟我们一起玩。挑一个，哎，不好意思，那个，因为我们现在这里啊，那我有一个福利挑战，就是呢，他们有给我一个题，看谁最有志气啦，我觉得谁愿意帮他，小姐帮个忙，两分钟而已，好不好？就你了，哎，你看起来最聪明了，弟弟举手，就你了，哎，弟弟要举手，弟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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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举手，叫弟弟了，叫弟弟了，哇，叫弟弟了，两分钟哦，好，来哦，准备哦，开始，好，开始 ，OK。我想一下，三个字。那第一个字是一条水，那个叫什么？完了。一条水会流到海里，那这一条叫什么？啊？不带冰凉水，好聪明，说的非常好。流下来的，它叫一个字。它通常就是你要去什么边钓鱼？对啊，河，好河。第一个字，然后第二个字呢？这个是什么？第一个字，他们两个第一个。哇，猜字。夜嘛 ，OK， 那这样子我们有什么跟什么？荷叶。那你晚上要不要吃？饭。这加起来。荷叶饭。耶！刚刚恭喜肯娜获得。哇！好，只要两分钟之内过关就可以，对不对？刚刚这样看他过，感觉还蛮简单。哎，是你们说中文 OK， 我就上了。不是，因为台语真的不行。对，来下一位换你，换我，换你啊，换你。这个哦，简单。你先选的哦，不关我的事哦，台语哦。哇，我觉得是不是要找，应该要找会讲台语的。不然呢？不然，大家讲，觉得听得懂你的话啊。地球。那可以。你要帮忙我吗？有任何谁？你呀。我。对呀。长辈。帮忙我猜一个题目。你也要公答应的。我一样。等一下。哎呦，有人抢了。没有。来这里，他要讲一个题目让你猜。嘿。好，来立正，今晚开戏啊！好，计时开始。开始。五个字。是一种会当拎的物件。嘿，第一个字是这是啥？这是什么做的？金马。对，金马啊。第二个是诶什么？另外一种。什么？哈哈哈哈哈！哇，这好难哦！啊，第二个
一，这是啥？你好。一，嘿，这第一个离奇，都。我觉得他怪差气啊。不是，金马是另外一个。哈哈哈哈哈！直接做诶，嘛是就无钱买也好啦。一分钟，这下这下，停下停停停停，直接拎诶物件。这个台语很难讲。会当音奏吗？哎呦，你有感觉哦。哦。这面这内底会当搬掉，然后会当夹。来，三十秒。一粒一粒诶。人气啊。嘿。直接拎诶。啊！第一个是银嘛，第二个是什么？银。什么？就修诶，就修诶，就修诶。喝的喝的。银啊，莲子。一二。你太好笑，银耳莲子，银耳莲子当台语安怎讲？银耳，银耳，莲珠，汤，是安尼讲吗？银耳吗？老板是不是？是银耳吗？长辈说的对。欢迎长辈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OK。好忘我，太好笑了。可以了吗？好，往后推一点点呢、喔。来，我要先找人啊，我要先找人。找谁？对不对？找人。有人愿意？谁愿意来帮我？会讲台语的朋友。有没有？不会讲的也可以。哎、欸，不会讲不要来。只要会。像你要讲台语，听有诶，还要讲诶，有朋友不？大哥你也要，大哥你也要，你不要讲台语。大哥你也要，照这么多项，要过来聊一下。你也要讲，大姐你要讲台语哦，你也要。台语来来来。OK， 来来来，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，哎，你对我看到，你对我看到，我们生，不是看到答案，你对我看到我们玩什么？怎样？台语听有无？就是尽量不要讲出答案就对了。什么叫尽量不要讲出？你不要乱教啦，你就是要尽，没有做效果，你要认真的回答，不要乱教啦。等下计时两分钟是？来了。好，计时开始。热天你会吃什么？冰。哎，这第一题，第一题，啊，什么叫冰的？哦，这第二哩，欸、冰糖。北京。呀哈！太快了吧！哇，真厉害！咖喱，咖喱握手。哦，没有效果，而且很快就没有画面。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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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，坤达，效果刚刚已经有了。刚刚太好笑了。冰糖莲子，哇，答对了，谢谢，哇，谢谢你，谢谢大姐，谢谢，谢谢，多少几秒？12秒，那我可以连你的连那一份一起吃掉啊，运气好，运气好，所以我们这样子在对来宾的吗？对，好像是，好像是哦，没有，我们都是认真的，我们没有任何的，好吧，虚假，该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因为我的冰。哎，要做好了。等一下，他不用吃冰，所以你可以叫他去那个去导览。可以看你们吃，好好看我们吃，走吧，太残忍了。走走走，我们带你们到大树底下去。耶，好，走吧。我运气太好，他一条一条台币。啊哈！哇！这上面是什么？是我们这边种的南瓜，南瓜，南瓜哦，非常健康。哎，这给你，这给你，好，请请请。南瓜，然后这是莲子，对，莲子。我一家大了不？对，这边的莲子都蛮大颗的。哦，凤梨、仙草，所以我们可以开动了吗？老板，三位就慢慢享用哈。好，哦，好好好，谢谢。你们再带朋友来观音，没问题。谢坤仔就会带很多朋友来的。老板刚刚说三位慢慢享用，明明就只有两个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但直接先试莲子哦，好不好？莲子，莲子吃的。一般我们吃莲子是什么？银耳莲子汤都是汤品，很少会再吃到甜的。嗯，的莲子。它是牛奶冰哎。现在讨厌银耳莲子汤。银耳莲子喝，不要乱讲。哎，它莲子好好吃哦。它莲子好好，就是很嫩，而且很香。对，很香，口感很好。嗯。
我觉得最特别是南瓜，我没有看过南瓜在。对，南瓜就在冰上。对啊，是要看南瓜吗？我会，我会帮你吃的。我觉得它很像地瓜，可是又地瓜又比地瓜多一个香味。我不信。哦，真的真的，你相信你相信，真的真的，你不信那怎么办？我要怎么样让你相信呢？我要找什么方法让你相信呢？只要我再用力的吃，在那里，我看，怎么了？可以不用端走，依我哥，上次佑胜用过这一招，真的，哎。哇，南瓜在冰上真的很搭哎，好哥，而且我觉得他们冰最厉害的是都不会过甜，对，是刚刚好，很清爽。而且它牛奶冰的那个牛奶又不会太重，哦，有些你牛奶会太重会盖过所有的其他的配料的味道，它完全不会。哇，而且好吃哎，真的，真的好吃，真的好吃。哎，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莲花，够了，可能这真的很好吃，哇，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，真的。忽然易怒了吗？忽然为什么来这节目很容易易怒？坐在沙发上把台湾彻底玩一遍，这样的梦想我可以陪你一起。赶快按下订阅频道加上小铃铛，请问今晚住谁家？赶快来订阅哦。